112年新春团拜开始。首先欢迎北高守备大队舞狮社为我们今天的新春团拜开场。更迭，癸卯兔年于春风送暖中已降临人间，在辞旧岁迎新年，除旧布新，重新出发之际，祝各位事事如意，岁岁平安。接下来请全体官兵向大队长、乡长及议员拜年，祝各位长官政工康泰，步步高升。官兵乡亲相互拜年，请向左向右转。好，往前走。好，拜年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，全体官兵请复位。弟兄，还有我们那个北干乡的乡亲，大家好！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做我们的地方以及我们军方的一起的团拜。那恭喜大家兔年行大运！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要特别表扬五位弟兄。那这五位弟兄在上次那个我们垃圾车发生不明原因的起火之后，立刻就协助去实施灭火。那我们请这五位弟兄出列，乡长有准备一些红包要包给大家，来直接出列，直接出列。好，我们请乡长来。谢谢乡长，谢谢乡长，谢谢乡长。好，这五位弟兄就充分体现了我们那个军爱民、民进军，我们北干地区居民一家亲的精神。那在那个状况发生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不待命令，看到状况就直接去协助，这很好的一种表现。那乡长特别准备红包。那今天我们等一下也请乡亲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影。兄弟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大年初一的开始的第一天。这跟我们的祥狮县略一样，希望今年大家都平平安安，对安龙。各位乡亲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好，
子啊，不敢玩来看妈妈，叔叔，叔叔，来干嘛？